今年在偶像明星运动会上 ，IVE 的 ISO 和 KPL 的彩炫，两人一见面就抱在了一起，让双方的粉丝都超级期待他们有更多的互动。见到两人一起拍摄的舞蹈挑战，一见面 ISO 就不顾一切的朝姐姐飞奔，隔着荧幕都能够感受到两人的好感情呢。希望两人的未来都能够有更多机会可以碰面，再带来更多可爱的互动吧。